40多个网红妹子参加王思聪生日派对，重现国民老公风范。作为万达集团老总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，一直以来都是网络世界的热门人物，他的一言一行总是能够引起无数网友的关注。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，王思聪身边总是不断的更换网红女友，而他每次更换网红女友的新闻总是能够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。也因如此，国民老公这一称呼一时间就成了王思聪的标签。都说王思聪是富二代里边作风极为高调的一个，近日又有媒体曝光了王思聪生日派对的新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生日派对又是异常的高调。有网友爆料，这次王思聪生日派对上还有私人飞机专门接送友人，然后是在豪华游艇上开派对。更为让人羡慕不已的是，此次派对现场有40多个网友妹子前来助阵。据说这次王思聪生日派对光豪华游轮就花费了上百万。虽说这次生日派对上没有什么大佬前来祝贺，但是王思聪这次生日派对也算是网络的热点新闻了。40多个网红妹子参加王思聪生日派对，重现国民老公风范。作为万达集团老总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，一直以来都是网络世界的热门人物，他的一言一行总是能够引起无数网友的关注。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，王思聪身边总是